北京人也买的北京特产有哪些？可真不是塑封包装的烤鸭和果脯什么的。点赞关注吧，我告诉你。首先是三合牌北京稻香村，各式各样的糕点，酥皮的、脆皮的、甜的、咸的，应有尽有。北京人串门都讲究打饽饽匣子。还有就是六必居的酱菜，490多年的历史，最出名的麻二金丝、八宝菜、酱干卤、酱鲜锅，这开门七件事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，这六样家中必备，这儿都有，所以这儿叫六必居。还有朋友问茶呢，北京人最爱喝的张一元花茶，汤清味浓，入口芳香。您看这茉莉花茶的春明和春雪，一份三袋，还多实惠。点链接购买，直接能给您送到家，动作快点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又没了。